穷人与富人差异。穷人倾向于沉浸在梦想中，但当梦醒时往往无所作为。相反，富人总是积极行动，勇往直前。穷人容易受他人言语的影响，往往缺乏独立思考，盲目跟随他人的意见，而富人则尝试理解趋势，自主思考，掌握趋势的本质。穷人面对失败时可能会选择放弃，觉得自己无法成功。相反，富人在失败后通常会重新尝试，永不放弃。穷人可能倾向于归咎于他人，认为问题出在别人身上，然而富人则倾向于自我反省，主动找出问题并迅速改进。穷人通常关注眼前的需求，较为短视尽力。相反，富人总是看到未来，想着未来，规划未来。以上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思维和态度上，还深刻影响了他们在财富积累方面的差距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，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